大家好，我是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委书记杨向喜。在这里，我给大家带来了家乡的三张名片。一张是乐山乐水的写意水墨画，一张是古代文人墨客的行吟图，一张是现代农业的英雄榜。今天我诚挚地邀请大家随我一起走进周至。山区越周，水区越治，周至为山水形胜之地，山环水富，因以得名。周至南依秦岭，北濒渭水，金山带河，南部山区玉沟纵横，森林密布，是秦岭四宝大熊猫、金丝猴、朱鹮、羚牛的天堂。静谧的太白山是秦岭第一峰，被誉为北方的西双版纳。老县城横跨中国南北分界线，完整地保留着秦岭古山村的风貌，是国家级传统村落。秦岭国家植物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，拥有稻文化展示区、黑河国家森林公园、北方版的丽江周至水街等四 A 级景区。黑河水质堪比矿泉水，北部平原花果林带蜿蜒百里，渭河沿岸生态长廊小径通幽，黑河下游万亩楼荡湿地不输江南水乡，被评为国家天然氧吧县。2500多年前，老子在周至的楼观台讲经，留下了《道德经》5000言，成为中华文化的根脉。汉武帝太初元年设立周至县，白居易曾任周至县尉，欧阳询、李白、苏轼、赵孟頫、雷咏等历朝历代文人在此留下了无数的墨宝和文章。楼观台世称天下第一福地，仙游寺法王塔是罕见的隋塔，是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的地方，大秦寺是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，财神赵公明故里是天下华人祈福的热点之地，吉弦古乐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。周至名诗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又体现了健康生态的理念，鲜美异乡的蒸肉米饭，健脾和胃的仙人造饭，味道醇厚的周至八大碗等，在关中饮食文化中独树一帜。2018年，周至荣获年度最受欢迎旅游县域。勤劳聪慧的周至人民是时代英雄，改革开放后创下了一个世界第一，一个中国第一。周至是中国猕猴桃之乡，猕猴桃的原产地，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42万，年产鲜果52万吨，荣获全球第一，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。在中国农业区域品牌猕猴桃价值排行榜上，周至猕猴桃以42.3亿元雄居全国第一。周至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苗木花卉集散地，苗木花卉种植面积达17万亩，年产3.5亿株，总产值达7亿元，
今天的周至立足于生态、人文、农业的优势，大力发展全域林民宿经济。我们将把秀米乡村建成米粒典范的花园，把绿水青山建成生态休闲的公园，把万顷良田建成花果飘香的果园。山水福地，诗画周至，善良淳朴、热情好客的周至人民，欢迎大家来周至做客。